近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致信欧盟，正式提出新脱欧协议的谈判条件。这是约翰逊成为英国首相近一个月之后，首次就脱欧事宜主动联系欧盟方面。根据报道，约翰逊要求在新的脱欧协议当中呢，取消涉及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那么，对此，欧盟高层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当地时间的二十号纷纷予以回应。 据英国首相府公布的信件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这封写给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信中说，英国对此前脱欧协议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有关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上，这一安排危害英国主权完整，而且不民主。新脱欧协议必须取消备份安排。约翰逊呼吁英欧双方找到一种灵活、有创造性的替代方案。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表示备份安排正是为了避免在欧盟与英国边境上出现硬边界而设置的。英国方面只提出要求，却拿不出切实的方案，实际上是在支持重新设立硬边界。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不接受重新谈判新的脱欧协议。

And you were getting, you know, I saw what uh, Donald Tusk had to say, and, and it, you know, it wasn't redolent of, of, of you know, a sense of of, of optimism. But I, I think actually we'll get there. I think there is a real sense now that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uh, with this backstop. 不过在20，在二十号看到英欧双方愿持续沟通的表态后，英镑对美元汇率小幅攀升。